做艺人首饰咧系最重要噶，不过如果你系赶搭飞机啦或者赶搭船嘅话咧，就真系好难控制嘅。呢日大美人关之琳出席活动嘅时候咧就迟带到，不如我哋一齐听下佢点解。呢日一个品牌活动邀请咗大美人关之琳，不过芝芝呢日就迟到，搞到一大班传媒朋友等咗佢好耐添啊。因为我 delay 咗两个钟头，咁所以不好意思咯，因為冇諗到遲咗咁多。今日比較趕啲咯，今日連換衫冇時間換就咁樣嚟咗啦。其實你覺得，譬如女仔啦 ，keep 住皮膚靚啦，咁你覺得係最重要係邊一個步驟？會唔會覺得女仔有愛情之願，真係特別容光煥發啲嘅？會好啲嘅。咁而家自己嘅感情生活咧，咁其實仲有 OK 啊 ，OK 嚇，即係好多追求者咁樣嘅。唔係好多，即係 OK 啦，因為我都想即係所有感情的嘢，我都以後都不想講咁多嘢。而呢一個品牌就揾咗電影美術指導張淑平創作十幅影像作品。我知道咧，阿叔咧，張淑平先生咧，幫你影咗輯相噶喎。係啊，係。咪覺得嗰點啊？第一次有呢個機會同張淑平合作咧，真係其實印象真係好深刻啦。咁係啊，近排咧知道啦，好多藝人都結咗婚啦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恭喜佢哋咯，真係等佢哋開心咯，係啊！但會唔會令到你都有憧憬啊、衝動啊，即想結婚啊？有少少呢個 ，you know，a little bit，little bit 想，但係咧，即係我同佢都好忙啦，所以而家唔急嘅。不過如果可以，阿叔幫我設計我嘅婚紗咧，咁我睇咧就會非常非常之開心啦。超雲出席活動，大家最關心嘅當然就係爸爸何鴻燊博士嘅近況啦。爹哋幾好啊！佢即係冇出邊啲傳聞，又轉院啊嗰啲，其實完全冇呢啲咁嘅事，又要開窿，完全冇咁樣咯。佢有同我哋傾下偈啊咁樣咯，但係比較攰，即係多時間要休息一下。始終開咗個腦手術咁，即係講嘢清晰㗎。清晰嘅，但係會唔會幾時可以出院咧？我諗要再唞下，即係。始終咁大年紀開咗個腦，咁都需要時間休息。佢自己都想出院嘅，其實佢都好想話要翻屋企，咁但係我哋為咗安全起見，咁就梗係叫佢留院多排先。